你走夜路怕不怕？啊？有一点怕，你速度放到最慢，咱们不追求速度，好不好？啊，走。慢一点啊，先捏左刹，再捏右刹，如果刹车的话啊。往边边上提。小伙伴们，刚才我们过了一个漫长的隧道，这个隧道有4000多，这个隧道有四公里以上。小麦，你太厉害了！我们这边遇到一个特别好的机车摩友，人家说是一路帮我们照着，觉得我们半夜骑太危险了。有住宿的地方吗？是，能不能看一下？就这里吗？我觉得还是自己考虑一下，去新沟吧。太麻烦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过去了。好，谢谢你哦，拜拜了。拜拜。今天是不是又见到了一个很好的人？咱们跟着老板去看一下房间去。在楼下洗澡的。这个怎么收费啊？40块钱一个人。你这床单没换过吧？冷的不行啊。哎，小麦，你坐一会儿就好了。小麦想吃什么？老板现在还能做什么？要吃100个。100个就是超钱。砂锅豆腐吗？不是豆腐，哇，老板，这菜看上去好新鲜啊！有罐罐鸡是吗？罐罐鸡是什么东西？就这个罐罐的，蒸的鸡汤。可以。一人给你们两个嘛？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吃不？好吃，绝对好吃。那推荐噻。可以，那来两个。我也是，刚才从二郎山隧道下来的时候太冷了。隧道一直不行。这是什么菜？没见过这个菜。这个韭菜。这韭菜吗？那都看出来。咱们老家韭菜中间没有这一杠。小麦，快点，你想吃？哎，吃这个菜吧。吃笋子。这是日常菜，不能。那给我们炒个笋子吧。给我们炒个笋子。有什么肉？有。新鲜肉。新鲜肉。你想吃肉吗？小曼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冷呀。就是你中下午从那儿出发一直到这儿，你感觉苦不苦？开心不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不要顺着我的话说，你到底开心不？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不开心那能配合你拍视频吗？这倒是。不开心的话，我就说不会让你再拍，不会让你拍吗？那你比之前进步了好多。你第一天哭兮兮的，你今天从下午出发到晚上，你都没哭过了。看我现在变成啥样了？
我后脖子已经被晒的都晒伤了，然后整个脸这里都晒红了，头发也是被头盔给压塌了，感觉好丑。刚才我和小白两个打电话，我说如果现在我走在街上，别人肯定都以为我是你妈。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在路上开机车陪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人家是本来自己已经开机车过去了，他过去的时候他就说就觉得我们很危险怎么怎么的，然后我说那也没办法呀，然后他已经都走了有一分钟，然后又绕回来，然后一直开着机车的灯陪我们走，然后就这样，因为小麦的速度特别慢，然后从二郎山隧道下来到这里啊，路上开了有将近一个半小时才到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很感谢这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。